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，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，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88页，注解第五行啊，第五行，如来所行以下，表正足双行。这一段经文不长，念老注的非常详细，在流通分里面，经文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广的意义，不能疏忽。啊，这一段经文的全文我在这念一遍，前面的常念不绝，色得道界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此地，今天接着呢，下面是如来所行，业因随行，众修福善，求生净刹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。那么这四句经文表正足二行，正是正修，住是住修啊，有正修有住修。我们今天选择的正修是信愿持名，要记住，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啊，念兹在兹，这是正修。素修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啊，种种积累善根，都是属于素修的，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品位可以增高啊，这是属于素修。正修是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，这正修正足，这两种修行都要具足。啊，普贤十大愿王
第八，常随佛学。是故，菩萨了，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也。如来之心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自心，第二个是利他。如来就是这两桩事情。啊，自心圆满了，那就还有一样，就是利益众生。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，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西方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佛佛道同，佛佛平等，没有高下。但是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，称他为佛中之王啊，这是赞叹啊。为什么？他的愿太大了，他所做的行也太大了，没有一尊佛能够超过他。那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啊，用这个信愿持名的方法戒引大众，帮助大众84000法门，虽然都说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，这个药对症了都能把病治好，所以没有高下。可是实际上来讲，众生的病太深了，84000法门都治不了，而且要很长的时间，真的是无量劫的修行啊，生生世世皆如才能有成就，否则的话很难。唯独这个法门简单，很容易去，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去，关键在此地，真心切愿啊，真心切，对于极乐世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对于这部无量寿经从头到尾都所说的啊，没有一丝毫怀疑，叫真心，真想去，真想到极乐世界啊，越早越好，有这个恳切的愿望。下面只要你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就感应道教，我们这里念他，他听到他在那里观察我们，我们一念他就晓得啊，观察我们，我们是真想去还是假想去，真想去他就来了，佛来传递信息给你，什么时候来接引你，跟你约时间。如果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牵挂，还有留念，嘴里说想去，实际上又舍不得，阿弥陀佛很慈悲，就恒顺众生了，不勉强你啊。所以你念了多少年的佛，一次也没记，也没见到过，什么原因？半信半疑。佛要真来的时候你害怕了，哎呀，
现在就要走，不行啊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交代啊，你还有那么多问题的时候，所以佛就不麻烦你了啊，他知道他就不来了啊，真正想去一点牵挂都没有了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念真的就把它念来了，好消息传到了。普贤十大愿望，第一个是礼敬祝福，第二个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常随佛学是第八句，十句里第八句啊，常随佛学，如来所现，夜夜随行，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八愿完全相同啊，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如来所现啊，跟普贤菩萨常随佛学是这个意思。是故菩萨应随如来之所现而现，而现也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我们不能随便看过。看到这个经文，回过头来，自己做个反省，我有没有这个愿？我有没有遵照佛所教导的去行？如果没有，要忏悔，那业障现前。你为什么不行？业障障住了，必得把业障彻底放下，没有丝毫留恋，往生净土就有希望了啊，所以我劝同学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如来所行，常随佛学，他做到了，圆满地做到了。他的长处别人不能跟他相比的，就是三桩事情。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这就是海贤老和尚。如果我们能够学他那样的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我们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成就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学会了种田的本事啊，种粮食、种水果、种蔬菜，这是他的本行。出家了还干这个事情啊，寺庙在乡下，乡下有很多荒地没主的，他开荒啊，一生开了一百多亩地，所以他的收入很可观。他没有自己用，
把粮食、蔬菜、水果，他不卖，他就送给贫穷的人家，啊，缺衣缺食，他帮助他们，不是啊。用自己的劳力辛苦，这个布施功德不可思议。布施一辈子，从20岁起，他活了112岁，3年前往生的。往生的缘非常稀有，做榜样给我们看了。啊，出家的时候，师父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我听到这些信息，我感到他的师父是再来人，不是凡人。啊，有神通，看出这个小孩。啊，这个小孩是个材料，续佛慧命，能成就大事业。所以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剃了头啊，教他这一句佛号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听话吗？老实听话吗？这句佛号他一生念了92年，有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的？常常念来。我们见佛想求一次机会都没有，他常常见。啊，也曾经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多住几年，那就在世间上多住几年，做个榜样。给佛弟子们看，特别是给净土宗的佛弟子，那像你这样的保证往生。所以我们知道112岁那么长的寿命不是他本来有的，是佛力加持的。那他本来有的寿命的时候应该给他师弟给他妈妈差不多80多岁。啊，我说70老80应该是这样的寿命。啊，为了要表法，为了要做榜样给别人看，多住了差不多20多年了。寿命延长20多年。啊，他的传记《永世录》出版了，我希望同学们多看看。啊，现代人才走3年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经上讲的，如来之心，如来是要度化众生。他自己成就了，就要帮助佛陀。戒引有缘的众生呢。海鲜老和尚什么时候自己成就呢？我的估计不超过40岁。20年的功夫成就了，为什么？他一心嘛，他专念，他没有牵挂了，那没有忧虑，真的是彻底放下了。啊，他把他一手手艺，种田是他的老本行，啊，开荒种粮食，
帮助穷苦的人，这是行佛之行。啊，你看接受他布施的，供给粮食的，一定都是以他为师父。师父的教诲就是一句话，老实念佛。他自己老实，做榜样给人看。啊，一直到他往生，这些人都亲眼看到的。哎呀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讲过经，也没做过法会，他度的人可真不少啊。跟他学的人真往生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把这个老人的照片印成了画轴，便利现场去保存，也便利使用。啊，卷成一卷不占地方，只要钉一个钉子挂起来就行了。旅行非常好用。啊，在旅馆里头我就把这个挂起来。好。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，下面说：夫极乐导师弥陀之所行，便依其心，选择所欲，皆得大愿。诸真实慧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，庄严妙陀也。这是黄老居士提供我们行佛之行，佛的行是哪几样？那这个地方举释迦牟尼佛的例子，举阿弥陀佛的例子，弥陀之所行，便依其心，一心专念。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放下。佛有八万四千法门，你没有办法从这么多门进去，你只能选一门。那今天佛大慈大悲告诉我们，这个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。欧益大师说得好，完全在信愿，你具足信愿，放下万缘，往生极乐世界条件，你就具足了，你就有了。啊，真正相信，一点不怀疑，愿生净土，把这个世界从内心里头彻底放下。那没有一样东西是挂念在心上的，心上只挂念着阿弥陀佛，行住坐卧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，这叫真心。心、愿、行三个条件具足，你必定得生。
经上告诉我们，住真实慧，勇猛精进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这个选择是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现前的勇猛精进，我们就能达到啊！啊，达到目标啊！目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，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佛法，快速成就，跟此地大不一样啊！此地因为诱惑东西太多了，让你不能专心啊。极乐世界你所见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接触到的，都是成佛的法缘啊，没有魔障啊，没有障碍啊，这些东西诱惑你的，让你欢喜，让你生烦恼，通通都是障缘。那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啊，善缘来生三善道，造作恶业恶缘来生三恶道，你永远不能摆脱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。无量劫到今天，能不惭愧吗？能不痛心吗？想出去，是觉悟，是真实智慧，没有方法。那我们要今天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个法门，不可思议。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。我们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。所以这个介绍人恩德大了啊，只有这一门，不必具足任何条件，就是信愿行三个字，行就是老实念佛，就成功了。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更方便？没有了，只有这一个啊！这部经这个法门叫易修难信，很容易修成功，但是它最难叫人相信。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教诲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大福报啊！这福报从哪来？过去无量劫中，你生生世世都学习过这个法门，所以今天遇到，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，你能信，你能发愿。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不可思议。啊，前面我跟诸位说过，早年间，夏莲居老居士就是做会议本的这位大德，他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。
欢喜得不得了，手舞之足蹈之，那个欢喜的劲三四天，甚至于把睡觉吃饭都忘掉了，怎么会那么欢喜？我们想不通啊，读了这部经就明白了。老居士生生世世修行，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缘，没遇到啊。这一生遇到了，太高兴了。啊，遇到说，我这一生在这个地球上是最后一次生，下一次来是菩萨身份来了，不是凡夫了。你说他多高兴啊，所以欢喜的跳起来。啊，这是我们要感谢善莲老做这个表演给我们看。加深我们的信心。啊，我们也像莲公一样，生大欢喜。啊，助真实会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净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，就是庄严妙土。啊，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每一天念佛，成就自己道业，这也是庄严地球。啊，讲经教学，劝人学佛，都是属于庄严妙土。啊，下面提醒我们，世尊之所行，是什么？与真群盟，群盟是一般人民，会以真实之理，会是给他群盟是地球上的居民啊，把真实的利益送来了，送给地球上每一个众生，大家统统都有份的。真实的利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49年，说法300余会，啊，每一会长短不一样，小会2-3个小时，大会好几年，啊，讲大经时间很长，啊，讲小部的，劝人念佛的只几句话，啊，但是不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一般人不能相信。相信的人都是有善根、有福报的人。没有福报，没有善根，不能相信。有善根，没有福报，相信了，他没做到，可惜啊！啊，可惜，佛给我们的真实之力，真实之力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教导我们
做人，教导我们出离六道轮回，教导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教导我们亲近阿弥陀佛，都是属于真实之理。十方如来之所行，亦复同此真实。如来所行相同的，成佛之后唯一的一桩事情他需要做的就是教化众生。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应以什么缘教他就现什么样的身，随缘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个地球上中国有5000年历史，记载得很详细，上古的时代都有记录。这几千年当中变化很大。早年间上古中古这个时代，人类活动的空间不大，交通工具没有发明，没有资讯，有语言没有文字，到文明在这个世间出现了，有人造文字，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，中国的汉字，皇帝那个时候造的，有车、马车、牛车，交通工具，总而言之，都是原始的，很不方便，所以人与人之间大多数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时候人少，觅食不难，很容易。跟现在不一样，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因机施教。你是什么样的根性，他给你现同样根性的人，你们好谈得来，喜欢在一起。来帮助你，帮助你成圣成贤，成为一个贤人君子，我们能理解。大概400年前吧，机械发明了，进入科学的时代了。最近这100年可以说突飞猛进，旅行车辆非常方便，有火车有飞机
有轮船，古人做梦也想不到。于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，不但走遍了全球，知道地球是个圆的啊，还走向了太空，有能力到月亮上探险，有能力到火星上探险，活动空间大了，地球变成一个小家庭了，人与人密切相干了，怎么办？这就需要宗教教育。啊，宗教教育是什么意思？宗，你看中国造字，为什么要这个写法？啊，宗教这两个字，宗的意思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，尊重崇高。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这两个字连起来你就要晓得了，两个字连起来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古人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这个名词要正确的解释，我们才得到真正利益。啊，现在很多人提起宗教，马上就 连起挂钩，迷信。宗教什么？迷信。迷信怎么能产生文化？啊，这外国科学家说的，啊，哲学家对汉学也有研究，啊，西方人说的，人类的历史，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，文明是从宗教里产生的，没有宗教的文明，时间都不长，二三百年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宗教的基础啊，这个文明的基础是宗教，没有宗教的文明，时间很短。这个是地球在最近三千年啊，也就是夏商周到我们现代三四千年啊，这才叫文明啊！现在世界上20多种文明，只剩下一种中国的，其他的都没有了，不存在了。那么中国文明现在也出问题了，为什么？如果不读汉，不学汉字，不读文言文，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，我们没有能力阅读，对我们没有帮助。老祖宗做得太好了，我们对不起老祖宗，不学了。那不学，再过顶多过100年，中国这个文明在地球上也消失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。
这个文明要丧失的话，智慧就没有了，那就是所谓说黑暗时代出来了。黑暗，人都愚痴，没智慧，都是自私自利，跟野兽差不多啊，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这个麻烦大了。我们想来真害怕，怎么办？希望真正有这个小孩能发大心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，好好的学文言文，学汉字，读中国古书，这就能把五千年文化延续下去，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。世界上什么是好事？这是头等好事。要救文化，要救宗教，中国有三个教，儒释道啊，都使用的是中国文字，用的是文言文写的。印度的经典全部运到中国来了，印度自己没有了，在中国干什么？要用中国文字来书写，就不会失传啊。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的，不是字母拼音，字母拼音的时间也不长，二三百年，说话变了，语言都变了，到那个时候看不懂了，白话文看不懂。文言文的好处，不受时空的约束，它超越时空，所以你学了几千年前的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字，你能看得懂，你不会错会意思啊。这种文明只有中国一家，除这一家之外没有第二家了，我们必须认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语言在英国成熟，啊，前年我跟威尔斯大学校长第一次见面，谈到这个问题，他能体会，他很着急，跟我说，我们后续来办汉学院，汉学院的目标宗旨就是为拯救传统文化，就是为这个，让有一批年轻的学生学习汉字，学习文言文，对于中国的古籍有能力读诵，有能力讲解啊，把它发扬光大，传给后代子孙。我们是用的这个心呢，没有自己，我们自己到极乐世界去啊，离开娑婆，娑婆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训，佛劝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留学，我们听话，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留学去干这种事情。所以不能不知道，啊，十方如来之所行，亦复同此真实，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劝令众生，
往生极乐啊。今我辈学佛所行，首当依佛所教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我们要真干的。那下面引用欧耶大师的要解话说：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。佛的大愿要度尽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是我们这些人善根的因。那以他的大行，大行他真干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有心有愿，他就去戒引。这是众生多福德之愿，令幸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而皆是已成。这一句话重要，非今不是现在，非当不是未来啊，今是现在，当是将来，不是将来的事情。不是未来的事情，是现在的事情。盖为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福德之因。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因根缘不足，没有这个善根，没有这个福报啊，自己业障很重，常常想这个不好，不要去想这个。我们有这个善因，阿弥陀佛的大愿，我们有这个福报，阿弥陀佛有大心，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转变成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，阿弥陀佛欢喜啊。所以令幸愿持名之人，这是我们自己 啊关键在我们要真正相信，决定不怀疑。我们喜欢念这句名号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要真念佛，手上最好不离念珠啊，专门念佛的念珠啊，要放在手上啊，放在手边啊，提起念珠就想到佛号，自然就戒下去啊，念珠就起这个作用啊，常常把佛号忘掉的，你手上一定没有拿念珠啊，拿念珠你会想起来，不拿念珠忘掉了啊。所以叫持名之人呢，于念念之中皆成就佛大愿大行之功德啊。如果我们无量寿经念得很熟，观经念得很熟，阿弥陀经念得很熟啊，不但想起佛号，也想起经典里面的教诲，好啊啊，都是成就了，已经成就了，佛成就了，圆满成就，佛加持我们也是圆满成就啊，所以不是今日促成，亦非当来再成，不是的，盖佛国觉久已圆成，很久很久，无量劫前阿弥陀佛成就了啊。那么现在我念佛，以佛国觉作我因心，故我因心顿同国觉，盖因
念佛善根福德同福，就记住这一句，这一句好。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善根福德够不够？阿弥陀佛，善根福德是圆满的，我们今天也圆满，同佛嘛。如来那善中之王，德中之尊呢？故我等守印随行，第一个条件要随顺，要跟着走啊，那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像海鲜老和尚念了，他念了92年啊，他是为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，要不然早就走了。但如来诸山奇秀，万德庄严，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。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讲随缘，有缘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没有缘不要去找，不要去攀缘，攀缘心就乱了，不清净了，与佛的福德因缘不相应，清净心相应，念佛的心相应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如来诸善奇秀，万德庄严，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。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就去干啊！利益自己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只想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名闻利养不要，不想看，我不要这个东西啊！不可以不知道善知记忆应缘修习，就是我常说的有缘要做，没有缘不勉强。正足相持啊，正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做是多做好事，利益众生，殊得圆满。到极乐世界，我们也就圆满了，活乐而不悔之啊，贵在这个世界彻底放得下，那就是真的。还有一桩两桩没放下，那就不是真的，那个会造成障碍啊，将来障碍你不能往生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